第1266集。叶浩轩说着又按下了那家伙手腕上的求救信号，只见一架直升机已经得到了讯号，他们向这个地方飞了过来，一按求救信号他们就会过来。叶浩轩说着拿出了金针，在这家伙身上刺了几下，然后和李延新躲了起来。你给他针灸做什么？李延新还是不解。片天上飞的那些家伙，他们如果从热成像里面看到这个人没有生命体征了，是不会从天上下来的。我刚才用针激起了这家伙体内残余的热量，所以他们会认为这家伙受伤了，不是死了，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过来营救的。哼，原来这样啊。李延新这才恍然大悟，他有些佩服地看着叶浩轩道：你真神棍啊。叶浩轩微微一笑，并不说话。片刻以后，只见一架直升机呼啸而来，在半空中悬浮着，然后两名美军顺着绳子滑了下来，跑到了刚才那名死去的大兵跟前。叶浩轩猛地扑过去，他双手一扬，咻咻两声响，两颗石头正中刚才那两个家伙的脖子。那两名大兵哼都没哼一声，他们的身形一歪，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半空中的直升机在叶浩轩飞奔出来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他。飞行员按下手中的地射开关，只见直升机两侧的六管机枪迅速地转动了起来，哒哒哒，火神炮独有的炸裂声从直升机上传了过来，一串串带着炙热火花的子弹从直升机上倾泻了下来，地上坚硬的石块和土地上激起了一串串的火花。叶浩轩的身形极快，他身后两排火花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他快速地在这些火花之中穿梭着，突然他猛地一跃而起，身形向上拔起，迅速地抓住了直升机垂在地上的绳子，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向上爬行着。直升机东倒西歪，飞行员的技术不错，他想把挂在绳子上的叶浩轩给甩出去，但是叶浩轩迅速地一拉绳子，然后让自己的身形陡然拔高，他快速地抓住了飞机的边缘，就这样猛地扒上了飞机。飞机陡然拔高，惊慌失措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漫无目的地逃窜。就在这个时候，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了他的脖子上，叶浩轩冷冷地说：不想死，就把飞机放低点。飞行员有些傻眼了，他懵逼地把飞机的机身拉低，然后平行悬空在半空中。因为周围的树木太茂密了，所以他不可能在这个地方降落。李延新抓着绳子爬上了飞机，叶浩轩这才挥挥手道：可以走了，带我们到安全的地方。飞行员老老实实地驾驶着飞机向外围飞去，他感觉得到自己身后这个男人的强大之处，所以他一点歪心思也不敢使，也一句话也不敢问，就这样带着叶浩轩和李延新向前飞。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倒是叶浩轩先开口了：你们是华夏人。飞行员用半生不熟的华夏语紧张地问道。很明显我们是。叶浩轩一点头道：回答我的问题。我们是美国国土安全三局的队员。这飞行员连忙答道：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把这片区域进行肃清，顺便查探一下里面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这么简单。其他的呢？没有其他的命令吗？没，就这些了。飞行员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很不自在，
他缩了缩脖子，吞了吞口水道：你们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叶浩轩有些疑惑地说：事先不知道。飞行员有些恐惧地说：但是来了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地狱。哦，死了很多人吗？叶浩轩笑道：我们黑鹰战机是外援的，但是这两天我们一直担任的是救援工作。潜入这里丛林里面的队员接二连三的到底，我们可是国家的精英，以前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可是他们现在却显得有些不堪一击。哼，你们被你们的美国爸爸给骗了。叶浩轩笑了笑：这里面是51区的一个研究基地，因为十多年前51区在这里面进行 X 射线的试验，结果让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发生了异变，所以你们见到的那些怪物其实并不能说是纯粹的地球生物了，它们很具有攻击性。你在天上飞这么久没有发现飞禽一类的东西，我也是为你们庆幸。不好，后面有东西。飞机后面的李延新突然叫了一声：靠，我这乌鸦嘴。叶浩轩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他刚刚还没有得意一会儿呢，后面马上就出问题了。他迅速地跑到了飞机的后面，只见远处有一个黑点迅速地在向这边飞来，这是一只看起来极其漂亮的鸟，它的身形上有五彩的丝线，但是它的双瞳血红，而且个头极大，它的双眼中的那股冷冽的气息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它不是什么好招惹的角色。哦天哪，那是什么好大，它怎么可以这么大？飞行员也看到了那只鸟，只见这只鸟的身体有半个直升机大，它迅速地飞到了一架直升机前，猛地扇动了一下翅膀。只见它的翅膀扇动以后，它的翅膀产生了一道凛冽的气流，气流形成了一团小小的漩涡。那架被它盯上的直升机剧烈地抖动着，在这一片气流之中，那架直升机摇摇欲坠。突然，大鸟加速猛地一晃翅膀，又是一股强大的气流袭来。那架直升机再也抵受不住这只鸟的力量，机身剧烈的一抖，扑通一声落在了地上。呼！一团极大的火球骤然涌起，那架直升机瞬间就毁了。要死不死的是这只鸟，又盯住了叶浩轩所在的这架飞机。他似乎是终于找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一样，他快速地扇动着自己的翅膀，向着这架飞机而来。哦，不能让他追上了，加速，我快点加速。那飞行员几乎是被吓得屁滚尿流的，他快速地拉动着飞机的机杆，让飞机升高加速，但是他快，身后的那只小鸟似乎更快，它每扇一次翅膀，身形就会向前掠动很远。它几个急加速，急速地逼近了直升机，而且它似乎是在戏弄这架飞机。逼近了飞机之后，它扇着翅膀在飞机上盘旋，一股股的气流从它的身上发出，把整个飞机给扇得东倒西歪的，驾驶室里面的飞行员吓得直尖叫。但是他似乎是玩上瘾了，颇有几分越玩越嗨的感觉。来的时候似乎没有见过这个大家伙呀。李延新紧紧地抓住机身，可能这丛林里他是唯一天上飞的吧。叶浩轩苦笑道，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家伙吃什么，万一他吃素呢？不行。
厉言心摇摇头道，吃素的可没有他这么大的杀意，我们还是想办法怎么甩掉他吧。我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但是我们还是甩不掉他，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飞行员几乎快吓尿了，他是半掺着英文啊，在驾驶室里面怪叫，有枪吗？有，狙击枪、螺旋飞弹、加特林，你要什么？都在后面。飞行员一边操纵着飞机一边叫道。叶浩轩一眼瞥见了地下有一个箱子，他把箱子打开，果然见里面放着一排排的家伙，他顺手抄起了一根狙击枪，然后迅速地对着那只鸟开了一枪，轰！没有安装消音器的狙击枪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这枪是研发出来的大杀伤型的撕裂枪，平时是要对付地上的装甲目标的，一般都需要固定，不然的话没有人能承受住这强大的后坐力。可是叶浩轩的双手抱得稳稳的，那后坐力对他来说简直是没有一点影响。看到叶浩轩这种猛人抱着这种狙击炮狂轰，把飞行员吓得屁滚尿流的，他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做狠人了。叶浩轩这种人简直是牛到没有朋友。随着叶浩轩一枪轰出，那鸟发出嘎的一声惨叫，他似乎是没想到这些不堪一击的人类手里居然还会有这么强横的武器。他庞大的身形猛地一顿，伴随着一堆五彩斑斓的羽毛，他身形向下堕去，但只是堕了一点，他又快速地扇动着翅膀跟了上来。刚才那一枪没有打中要害，而且这家伙皮糙肉厚的，这子弹只是镶在他的皮肉里面，并没有真正的伤害到他。我感觉他现在的心情绝对不会太好。李延兴看着这家伙的眼神有些触目惊心地说，好吧，他的心情的确不会太好。叶浩轩苦笑了一声，你觉得他下一步会怎么样？掀翻飞机吃了我们。厉言心道，那就在他掀翻飞机之前，我们先把他干掉。叶浩轩说着举起了手中的狙击炮，又是一枪下去。这家伙已经扬起了翅膀，看起来他是真的要给叶浩轩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因为他觉得他的尊严遭到了严重的挑衅。就在他翅膀没有挑起来的时候，叶浩轩又是轰的一声赏了他一枪。这一枪下去，这大家伙又是一声惨叫，他的身形再次被打落，而且这一次落下的羽毛似乎比上一次更多了。大鸟的身形下堕了一点之后，他再次的扑了过来，这一次他比上一次还要来势汹汹。他觉得自己的尊严遭到了挑战，这些家伙们怎么可以再一次把他击退呢？一阵剧烈的气流涌来，直升机的机身两侧抖动了起来，飞行员拼命地保持着机身的平衡。这只大鸟终于威风了一把，呼叫空中打击，呼叫空中打击，我们遇到了麻烦。那名飞行员拿着对讲机扯了一嗓子，现在这片区域被军方严密地监控了起来，而且战斗机蓄势待发。你妈的，你想死别拉上我呀。叶浩轩无语，这鸟跟得紧呢，要是真的空中打击，恐怕连他们的直升机也会击落的。就在这个时候，大鸟再次发动了一次袭击，叶浩轩站稳身形，他猛地向前甩出了一枪，然后迅速地换了一个家伙。这把枪就是刚才他们受到袭击的螺旋弹，这子弹的穿透力很强，
更重要的是有爆裂的能力。叶浩轩觉得这玩意儿的威力应该会比狙击炮还要大。迅速的上膛，叶浩轩扛起枪向那大家伙瞄准，只见他快速的扇动着翅膀向叶浩轩猛地掠了过来，同时他一声嘶叫，尖利的声音让叶浩轩感觉到耳膜都一阵生疼。李延新的眉头一皱，苦苦地抵抗着这家伙的这声吼声，而那飞行员扑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七窍都出血了。这家伙的攻击是声波的，比起精神力来更加的简单粗暴，一般人还真的有些消受不了。只见他挥动着翅膀，鸟嘴大张，又是一声嘶叫，要叫出声来。轰！叶浩轩瞅准了这个时机，他的精神力把这家伙锁定，然后一枪轰了出去。砰！一颗子弹在空中高速的旋转着，因为速度太快，导致子弹的周身都燃烧了起来。轰的一声响，子弹在鸟嘴里面爆裂而开，这高爆穿甲弹在他的嘴里面开了花，便是火光涌动，瞬间波及了数十丈开外的地方。飞机的机身剧烈的一晃，同时一片弹片穿破了机身，直接要了飞行员的命。叶浩轩一把抓住李延新，猛地一跃而下。好在爆炸的时候飞机已经是在树梢端的飞行了，两人滚落在地上倒也没有受多重的伤，只是刚才那架飞机化成了一团火球，连同飞行员一起都葬身在那团火球之中。好厉害！叶浩轩站起来，他把李延新拉起来，他们来的时候并没有见那只鸟，或许在天空他才是真正的王者吧。确实厉害。李延新整理了一下自己身上的灰尘，他看了看四周道，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刚才飞了挺久，而且是全速前进的。我想这里距离丛林的边缘应该不算太远，你看这里都没有瘴气了。叶浩轩道。就在这个时候，咻咻的数声响，数颗子弹呼啸而来。叶浩轩和李延新迅速的分开，两人一跃而起，猛地扑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数名身着迷彩服端着钢枪的老外走了过来，他们呈战斗队形，不过看他们的身手恐怕是一些普通的士兵。叶浩轩一跃而起，瞬间解决了这几个人，然后转身对李延新道，走，我觉得这些家伙们正在对丛林进行肃清，他们恐怕很快就会有大动作了。我也觉得，向这边走，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们来时候的路，我们现在距离丛林的边缘已经不远了。李延新向一侧一指，他拉着叶浩轩快速地走了过去。叶浩轩跟着李延新离开，两人单独走起来比带了一个大队伍要轻松的多了，他们的速度很快，一个小时以后他们便走出了丛林。就在这个时候，数架战机呼啸而来，对着丛林的深处俯冲了过去，同时无数的燃烧弹向着丛林投放了过去。很显然呢，美国方面对这个丛林已经进行了勘测，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丛林里面的数据，而这里面除了一些他们根本战胜不了的怪物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东西。而魔鬼丛林十分的有名，虽然之前有51区的驻守部队明令禁止进入到这里面，但是每年还是有大量的不怕死的探险者会走到这里做那些怪物的食物。而且现在
51区已经不存在了。接手这片区域的部门不知道如何应对里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史密斯和他的新基地都不存在了。这里原本受控制的一些巨型生物，恐怕会不甘寂寞地跑出去。所以高层商量了一下，这才决定对这片丛林实施最强烈的打击。无数的火光冲天而起，这些燃烧弹能散发出近千摄氏度的温度，所以这里的一切都将会成为灰烬。只见熊熊大火迅速地蔓延到了整个丛林，回头看去，身后是一片黑烟滚滚。他们把毁灭的计划提前了整整一个小时。叶浩轩有些讶然地看着时间，刚才遇到的那个特种兵，他手里的手表倒计时是3个小时，叶浩轩推断是3小时以后，美国军方会对这里实施毁灭性的打击。